也还好啊，才休昨天一天而已啊。他休我休了2天，然后昨天来他又休哈哈哈！你们都跳过浪了。对过，啊，因为他可能休礼拜天、礼拜一，然后嗯，去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哦，然后他又休礼拜四。啊，前天你没有遇到他吗？行哦，他今天有上，他我记得他今天有上班，他好像是早班的样子。说怎么这边的音乐那么大声？想说这边不是都已经关了吗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哎。他说什么地下街的很多合约都到期啦，然后要换新的厂商。